粉红色是秋装很漂亮的雾粉色，蓝色又是我们最显白的深蓝色，白色又是最重要、最经典、最需要的颜色，到底该怎么办？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好，来，这个白衬衫大家可以看到，它是做一个很经典的前短后长，看到了吗？所以呢，即便是我不扎，我不对它做任何的动作，也可以腿很长很瘦。后面呢，盖住最恼人的屁股了啦，就是有肉啊，不论是大腿啊、腰啊，还是哪边屁股有肉，都盖住了。再来，我觉得它最重要的特色取决于它的面料。有它的面料，看白色有没有看到白白透透的感觉？来，你看到的这个线条，它是小绒布，中间的布料是凉感的透肤的布，所以呢，绒布加上透肤，你请放心，绝对热不起来。看到了吗？整个是透肤的，好凉到不行。再来这次的手袖，欧尼西利亚都做比较长一点点，但不会太长，就是在戒指左右的位置，小鸟依人。然后呢，一样是很好拉，它就是综合一个很中间的颜色，这个粉红色好看，它不会使你变白，也不会使你变黑。重点是你看它的那个扣子是那种渐层扣，很经典。你看这样的颜色色调，如果啊你有买剧院的这个小花裙的话，很适合，我觉得很适合搭配这样。那当然要搭粉红色也 OK， 都很 OK， 因为白色的裙什么都好搭。